出场是大家千呼万唤非常喜爱的镜头小哥哥。没错，在去年歌手光荣毕业之后呢，他特别闲着，他上了春晚，开了巡演，发了中文歌，获了很多的奖，在乐团呢交出了很棒的答卷。而今天他要致敬的呢是80年代美国摇滚乐团最耀眼的歌星莱昂里奇。说到这一位经典之声，可能大家熟悉的都比如说有 CUCE， 还有上个星期全哥和陈洁仪唱的《无尽的爱》。而今天迪玛希要带来的是我们在很多很多电影里面都会听到的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你也许真的可以跟着一起唱完整首。我们欢迎迪玛希带来《Hello》。
我爱你，非常感谢，I'm single，my son，谢谢。来，掌声给迪玛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小迪同学追完了我们整季的歌手节目，他说他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让中国的歌迷、中国的观众认识他。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很用心的把中文的“我爱你”唱到歌里，这也是他真正要向大家表达的心声。我们也会继续支持迪玛希的，对不对？